我们那个，能听到我声音吗？今天来到了动物园，因为天气非常好，原本要去看叶问，但后来就出发来到了动物园，今天带你们跟我一起去玩。我们现在搭列车去动物园的最上面，再逛下来，而且搭车的人超多，大家都好。长得很像摩西的三只，不睡觉，一点都不想理人。好可爱哦，有点毛。当猴子好幸福哦，每天都只要抓虫就好。而且他也抓得太仔细了吧。好可爱呀。我今天穿的什么东西？外套是我去年在韩国买的，然后里面有一件，然后包包是美国一个牌子，但我忘记它叫什么了。裤子是 Uniqlo 的，这件弹性超级好，你要深蹲都没问题。鞋子是 Vans， 很好穿，这是皮的。刚刚有人跟他吵架，他现在生气了。好难得看到没有在睡觉的无尾熊。骆驼。掉尾巴了，他一定觉得我很吵。我在骂脏话。
谢谢大家看完今天这支影片。我发现我上次的片尾忘了录完，所以这边是补录的。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录 vlog 了，所以感觉有点不灵活的感觉。希望大家会喜欢咯，因为感觉好像每次都停在我的房间里面，好像有点无聊，就带你们跟我出去走走咯。我现在在 上班的路途中，然后迎面而来都是人，他们一定觉得我很奇怪。所以如果大家过年的时候有去哪里玩，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好不好，因为我今年原本要出国，可是订不到机票，所以只好作罢。所以我现在正在计划说过年要带我爸爸妈妈去台湾哪一些地方，可能一日游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去过哪一些好玩的景点，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好吗，我会非常感谢。现在目前想法说要去乌来或是新竹之类，可是新竹又好像没有什么好玩的，所以对，就是这样，我们明天见咯，拜拜。